是残垣断壁，骨骼挂遍我身体，路怎么从脚下延伸？滑进瞳孔的一盏盏路灯，带来的并不都是光明。用锋利的手术刀能割开沉睡的双眼，却看不清前面的路。听小骨、甲状腺、毛细血管、规则才是我们的本分。波曼只有这样，你们才能成为优秀的医生，而且还能成为医生中的王者。定河王，你将来一定是最优秀的医生。不过不努力可不行啊。儿子，你洗没洗手啊？病从口入，一定要洗两遍。胖胖，多吃点这个，多吃点，以后身体好了才能做一个好医生。快吃。大孙子，前面的路可都为你铺好了，以后啊，你想不优秀都不行。是。你说的对。你说的对啊。期中考试成绩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还是第一。啊。第二次定时观察是在3点钟，现在才2:45。做医学一定要符合规则，王院长说的。你不要老想着创新，你把你前半辈子学的东西啊，在脑子里边好好咕噜咕噜，够你后半辈子吃的了。后天咱去寺院实习，别忘了啊。知道了。哎，对了，别忘了把指甲修一修，手对咱来说最重要了，用这个。你在我生命中扮演什么角色？你是一个怪兽，让我永远的畏惧。丁和鹏，有了我，你必将走向成功，离弃我，你也会死去。我的世界，我的生命，我的灵魂，我的生命。张医生，我们来不及做手术了。张医生，血压30，来不及手术了，来不及了。你要干什么？你知道这样可以救活他？我不知道，这不符合规则。我们的理论中没有这个方法。
可是，没有可是。患者死亡时间16:35。世间的一切都有冗长的回声，难道只有死亡才让我警醒？请吃饭好不好？丁鹏，快点儿！知道了。我们什么都做不了，你忘了王院长之前说过什么吗？一旦出了问题，我们谁都负不起这个责任，负不起呀！你放松点，放松点。治疗哮喘很有效，能够暂时代替沙丁胺醇。你不要老想着创新，我们的理论中没有这个方法。做好你医生的本分就行了。这么做是要救人命的啊！你要去哪儿？
生命，我的灵魂，我的身体，